请问你看到我的朋友泡泡了吗？他长得什么样？他有一点高，有一点瘦，他有黄色的长头发，有绿色的大眼睛，他有高高的鼻子。我看到他了，他去中国饭馆了。中国饭馆在哪儿？一往北走，看到图书馆以后，往走一往，在你的右边，反观叫林永反观。谢谢你帮我。没问题。下个星期一，我的老师。Oh, you have a minute to win it.